在节目是由福建省漳浦竹马戏传承保护中心选送的锦歌，思亲。我是来自漳浦县竹马戏湘剧传承保护中心，我这次的参赛作品是思亲。锦歌是我在学校里面就学的一个曲种，刚毕业一年，然后知道这个比赛，然后马上过来参加这个单会奖。我在复赛的表现可能太过紧张的发挥还是不是很好，在决赛我希望。 张周锦歌的表演之后，我想看看评审老师对这个节目会给出多少分，请评委老师做好准备，三二一，请亮分，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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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，还是八分，最后的得分是56分。